下午茶，我的友人如果是圈外都问我说，小 S 为什么那么爱在节目上欺负你之类的，就一定会被問。对，那你要怎么回答？就说对啊，他就是爱欺负我。其实你应该在下午茶讲了很多我的坏话吧？他们会不会说，就是刘真，你就好好练舞，有朝一日超越小 S？